全部都是罐头，罐头都可以做主角。来自日本大阪的罐头酒吧 Mr. Kenso 成为耀华街最新焦点，接近40款日本原装进口罐头可以即开即食，部分还会重新烹调上碟，绝对不马虎。这些食谱都是香港店首创的，可以配搭鸡尾酒、清酒、威士忌，完美 pairing。 有什么菜式你想不想象得到呢？同京都80年玉子烧老字号品牌吉田喜合作研发世界首个玉子烧罐头，以柴鱼昆布高汤泡制，再经过厨师火炙，加埋蟹子，就变成香港店限定的 Mr. Kenso 蟹子玉子烧。玉子烧可以配搭招牌鸡尾酒 Mr. Kenso， 以天之户纯米大吟酿为基酒，配上荔枝甜酒、小红莓汁、柠檬汁同埋接骨木花汤力水，集酸甜清爽于一身，打卡就要快手。头有齐两件大阪烧、柴鱼片、海苔粉同埋大阪烧酱，厨师再加炒香嘅椰菜丝同埋蛋黄酱调味，配上爽口简洁嘅清酒，简单咁将大阪特色风味完整还原。呢款冻蚝即开即食，烟熏味夺冠而出，冻蚝入口又咸又香又肥美，就好似食紧金蚝一样。黑啤花香气突出，平衡咗烟熏蚝嘅浓郁味道。大厨炸得脆一脆嘅烟熏油浸沙甸，配上特制微辣嘅酱汁，配手工啤一流，带有橙皮同埋盐西嘅清新香气。感觉消暑解热，同脆炸沙甸鱼一齐特别匹配。由 Mr. Kenso 独家研制嘅激辣咖喱汁，店方配上牛肉同埋薯仔，可以加配白饭或者乌冬，激新咖喱辣味后劲凌厉，而威士忌嘅果味入口顺滑微甜，可以帮助调和辣味。厨师将饭煎香成饭饼，将整体口感提升，亦额外加入咗鲜虾同埋带子。而呢款鸡尾酒加入咗荔枝甜酒，同带有金骨香气嘅英美煎酒，清甜爽口，可以带出海鲜嘅鲜甜。最后轮到甜品上场，嚟自山形县又香又多汁嘅杨梨，配上浓厚软滑嘅牛乳寒天，大厨仲放上士多啤梨粒同埋食用花，打卡劲靓。全部罐头都可以买翻屋企噶。为咗庆祝香港店开幕，仲推出咗限量版日本直送罐头礼盒，集齐8款人气罐头，送礼够晒创意。